店业者手没停过，雪花冰一碗接着一碗刨，刨完之后在上头铺上满满当季新鲜的芒果。您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最后又挖一大勺芒果冰淇淋，超澎湃的芒果冰完成了。现在夏天嘛，所以在这里那个台南这边出产很多的那个芒果，所以就来这里了。那你们觉得这边冰好吃在哪边？量多新鲜，很香甜。台南三号体感温度最高温来到35度，因此不少人都前来吃冰消暑消暑。而虽说这样一碗芒果冰小碗130元，大碗160元，但扣掉成本，店家净赚不多。我们前年的话，这个时候一斤差不多30块就拿得到，现在还是5-60块。因为啥都能做吧，也根本没得卖。哀愁的不止店家，就连果农也叫苦连天。我们实际走一趟市场，看看现在芒果价格如何。重量是多少？看碎不碎呀，可能就是30-40块到60-70块啊。小颗的艾文芒果一斤30元左右，而大颗的落在6-70元。特等的当然价格更高，但由于产量少，消费者优惠杀价，因此能赚的也相当有限。客人都当料料呢，掉光哦，被耗无把晒哦。无好追，芒果偏小颗，偏小颗价钱就提不高。买气不好，血本无归，要干嘛杀价？6月半以后，渐渐的量就出来了。能卖多少是多少，而除了透过市场贩售之外，有些选择产地直送，把南部的好味道零时差北送，让北部的民众也能尝到新鲜好滋味。而新闻网全部节张荣富台北台南综合报道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，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，给您崭新视野。